现在我在 LAX 起床，然后马上就要 check in。我已经 check in 过，但是没有就是寄行李，因为我有一堆东西在这儿，然后就今天买的这个活动，然后就给你看一下今天买了什么，然后等一下就把它给放到行李里去。然后先说在 Sephora 买的，然后 Sephora 送了非常多小礼物。然后这都是小的，然后我用那个会员积分十分换了一个迪奥的那个打底，看见了，迪奥睫毛打底。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就是 Anastasia 的 Brow Bar 这个，然后它有一个那个 Brow Mascara， 一个镊子，一个小小的那个 mini 的Brow Wiz。然后买了一个 Flora Mini Luna Mini， 然后是蓝色的。然后这些，除了这个应该就没有了，对，就这些。然后我那个 Luna Mini 准备给它带上飞机用，然后正好用一下这个清洁的东西吧，就是清洁的。然后就是在那个TK Maxx 买的指甲油，然后就是这个牌子 TKI 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裤子，这裤子我给你看，回去再给你看。然后还有个 ELF 的刷子，这个刷走之后会再搭配。然后还有一个 China Gloss 的指甲油。这四个是在那个 TK Maxx 买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 Nordstrom 买的那个这个 Mario Badisco 的那个护肤粉，它这绿淡绿色的，12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喷雾，我是看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女生推荐的，也是 Mario Badisco 的那个Facial spray， 就是 rose water 的喷雾。然后我看它下好像它118毫升不能带上飞机，我就把它收进去。然后这些就是我今天买的，然后那个袋子破了，赶紧收进去。然后就是等我回到英国再跟你们分享，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大家想看我反馈的，跟那个就是 for real 的那个反馈，可以就是跟我在底下留言，然后就这样吧。然后我这次要飞，先从 LAX 飞到那个夏洛特机场，夏洛特机场转机，然后飞到纽瓦克机场。然后纽瓦克机场我要飞那个，先飞费城，然后转机转到那个伦敦。所以我就是我要飞2天我才能飞到，就是是不是今天已经是晚上，因为我晚上10点飞机，要后天的早上9点才能到英国，我简直就累死了。我估计我后天还要睡2天，就完全不那个。然后，就这样吧，拜拜，谢谢收看。